崔哥，你看相中子母哥在外面卖的几百块钱，你敢信？肯定不值几百。那你今天又套路我来了是吧？你也套路你多抢先拿行不行？总跟我讲故事，说完两位数，然后要坑我。这怎么是两位数？来来，你看我这，这块跟那个差不多吧，我觉着。哎，这块不错。就这块吧，就这块吧，不是几十块钱东西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位粉丝，他想给自己的孩子弄一个，因为自己常年和老公都在外面打工，对不对？然后孩子是流水儿童。我给你换一块行不行？你就这一块，我觉得做一个位置就行了，对吧？你看这中间有裂。就只能在这里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五十块钱给我，我就先做一个出来嘛。我都跟你讲这个了，粉丝的心声告诉我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？你看你这些还不得要称斤卖的？能行，能行，那你拿走吧，只有这一块啊。这个料子到时候做出来，剩了多少料子我都还给你，因为我只想宠下我的宝妈，想让她两位数给她孩子做个子母扣，因为同心同源寓意比较好嘛。OK， 那你拿吧，拿去做，然后行嘞，随后剩多少给我拿了。好嘞，给你拿回来。好。准备开工，粉丝的要求那就必须得满足，而且我觉得我亲自来设计，那显得诚意更加的好，是不是？因为子母扣的话，我觉得是相对还是比较简单，按照这上面画个圈圈，然后再规划下规避下裂就 OK 了。看到吗？我在画了一条线的这个地方，它是有一条裂的，这个地方我们肯定就是要给它规避掉，因为小孩子的话，你给它做太小的话也不得行，那也不能太大。22的这一个尺寸直径的话，应该是差不多的。这个孩子呢，是从小是留守儿童，父母的话要出外出去务工，只能交给老人来带，从小都是那些爷爷奶奶带长大的。那我想要母子之间怎么样才能联合在一起，就是这个子母扣特别的能凸显。现在的话已经给它画出来了，不要看现在你就感觉它平平无奇，是不是？等会儿我们就把它给它套出来，然后大概的样子就出来了，咱们就期待一下。请我们先给它套出来，走吧。已经在我的手上啦，同心同源的子母扣，这个的话给小孩子戴也行，这个外面给他戴，代表的是母子同心嘛。到时候我要给他穿一个挂绳，效果会更加的好。我那里有很多挂绳，直接去选一个漂亮的挂绳，走，给他绑根绳。我给他找了一个漂亮的导火绳，然后来给他绑一下，这不就穿好了一个漂亮的子母扣。孩子和成人他都可以去一起戴了，母子同心同源的嘛，这个不用三位数两位数直接给他搞定了。然后的话啊，还有没有其他宝妈想要这款料子的？因为他还有其他的料子，然后给你们去薅点喜欢的小姐妹这里。